以赛亚书第65章一节，平素唔捌问我的，现在求问我；唔捌找我的，我予因拄着；无称作我的名的，我对因讲：我伫遮，我伫遮。二节，我同日伸手招呼遐背逆的百姓。因实在家己的意思行唔好的路，即个百姓时常当面惹我生气，伫园中献祭，伫庄下顶烧香，伫房内坐地，歇伫温密的所在食猪肉，因的气库内有苦黄的米做汤，佮对人讲：你得徛开，唔通我近我。因为我比你较圣洁，主讲，这人是我鼻腔中的灰粉，是同日跌倒的灰。看，这拢写伫我面前，我无要静静，的确惊报应，要将恁的罪恶，甲恁列祖的罪恶，就是伫山顶烧香，伫岭顶亵渎我的罪孽，做会报应伫因。后的人的行政，我想要将因所行的留予因，这是耶和华讲的。八节，耶和华安尼讲：葡萄中找到新酒，人就讲唔通毁坏，因为有福气伫迄内面。我因为我罗卜的缘故，也要照安尼来行，无将因全然毁灭。我要对雅各的中间带出后代，对犹大中间带出承接我的种山的，我的选民要承接，我的罗伯要伫遐徛起，沙仑平原要成做饲羊群的所在，阿各的山谷要成做牛群倒底困的所在，拢是为着找求我。的百姓所得到十一节，但恁这放杀耶和华，未记得我的圣山，甲行恩的神办道，甲命恩的神调酒归杯，我要命定恁归伫道下，拢要屈身受胎，因为我呼叫恁无应，我讲话恁无听从，反倒行我目睭中看作歹的。竞选我所无欢喜的十三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安尼讲：我的罗卜要得到食，恁却枵；我的罗卜要得到啉，恁却嘴干；我的罗卜要欢喜，恁却见笑；我的罗卜因为心快乐出欢喜的声，恁却因为心中忧愁哀哭。佮因为心内忧伤哀嚎，十五节，恁要留家己的命，予我的选民基伊来救助。主耶和华要待恁，另外用别的名称呼伊的罗伯，安尼伫地面为家己求福气的，要用真实的神求福气；伫地面来救助的，要记真实的神来救助。因为早前的患难已经未记，也对我目睭前温藏。十七节，看我创造新天新地，以前的事无搁受纪念，也无搁对想。恁都因为我所创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为我创造耶路撒冷，做人所欢喜，做其中的百姓，做人所快乐。我要因为耶路撒冷来欢喜，因为我的百姓来快乐。其中的确无过听去啼哭的声音，甲哀嚎的声音。二十节，其中的确无几日死去的婴仔，也无岁数无满足的老人，因为百岁死的，要算是囡仔；有百岁死的罪人，算受咒诅。因要起厝，家己徛起，栽种葡萄园，来吃其中的果子。因起造的，
别人袂当徛起，因栽种的别人袂当食，因为我百姓的日子要亲像树的日子，我的选民亲像落苦得来，要久长享受伊。因的确无空空落苦，所生产的也无拄到灾害，因为拢是得到耶和华赐福的后代。因的子孙也是安尼。二四节，因也未求救，我就应允。拄讲话时阵，我就垂听。豺狼要甲羊羔做伙食，狮要食草，亲像牛一样。兔粪要做蛇会食物。伫我的圣山遍地，这一切拢无伤人，无残害。这是耶和华讲的。